哎呦，还可以给我？为什么给我钱啊？哈哈，各种难度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，超好笑。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来介绍这三把新的武器哦。这一次更新出来的这三个武器，但是需要透过这个活动才可以获得啊。好，我们先试看这个这把原子宝手枪的特效。哎，好酷哦！可以把人家弹走。哦，打脚边也可以把它弹走。 我看看地震声哦，有出现一个小点点。哦，打到人的时候，他会有伤害，然后他不会马上死掉哦，但是他也会弹走，哈，这个人居然无动于衷哎，啊，好屌哦，跑走跑走，哎，没有中，没有中，哎，你还活着啊，会活着啊，半条命的在，他应该是因为他滴血吧，他就有点像那个电击枪，有没有？还有集气啊。 这辆车子可以，好远哦，它，哎，那个司机挂了，哎，我试试看这车，哎，翻过去了，这个嘞，物件可以吧？哇，喷水了，喷水了，所以物件也可以射啊，这个嘞，哦，弹起来，好酷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，啊，这不行，应该可以。 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好多警察！母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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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汤！哦，损血，损血，哎哎哎，手下留情一下！警察，哈哈，翻过去了！哎，警察在射我啦！我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。好，接下来介绍这把镭射枪哦，这把镭射枪外观有这个三个外星人的头。 然后前面有三个孔，我现在蛮好玩的。它瞄具就是一个点点而已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实测一下。哦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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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声音跟那个车子一样啊，车子的镭射枪一样。 射速很快啊！还玩具枪哦，扫射尸体，警察要出现了啦，子弹很多。哦。 我觉得没什么杀伤力，就是它就是射，哎，不用换弹外，要爆了没啊？这个很多颗哎！啊，爆头了我。 好了，现在介绍另外一把寡妇制造机哦，这个有点像那个火神机枪，但是它外观不太一样，它这个有四个洞洞的哦，试试看，哦哟，那个特殊的音效，哦，射速很快啊，还有那个镭射光，要爆了没啊？终于啊！ 它射很远，而且很准啊！哇，飘哦！哦，杀
哦，找到那个吃鸡啊！走在后面啊，哎，躲了，轰轰！哎哎，我快挂了，啊！那我们试试看这个手原子宝手枪，车子会弹起来。翻了吗？没有啊、哦。直接把它打走，这也可以吧？哦，整颗掉下来啊！哟，哈哈，这把枪很好玩啊！这把枪应该是最好玩的一把枪了。哟，也不确定它这个会不会跟那个活动的那个烟火发射器一样啊？它就是有时效限制的。希望是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持续拥有啊，当然是最好的、啊。这个活动到这个12月底啊，12月31号，试看。哎、欸，我自己被自己会被冲击波打到啊，一次就半滴血。哎呦啊，挂了挂了。好玩好玩，呵呵，太近距离了。哎、欸，我试试看墙壁啊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墙壁。太近了啊！哦，挂了！哎、欸，不要跑了，你跑不掉的，你跑不掉的。哇塞！我这几乎被打到就会就是残血，不然就是完全没办法攻击啊、哦！直接还要爬起来才办法攻击。那、啊、警察要来，警察要来，警察要来！哎、欸，哦，太近了啦！我翻了，哇！嘿嘿，垃圾车也翻了，原来是跳跳车。想去哪啊？啊，想去哪 ？biu！ 哎，等一下，它漏油嘞，漏油了。哎、欸，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它烧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油了吼，开不了喽。警车，他跳起来。biu， 哇，哇，被压到了。哦吼！挂了。哦 ，Anyway， 总之呢，这个活动呢，在这个线上模式可以获得啊，就是你先，反正它15分钟会有一场，然后我们就是到处去弄人家，反正就等这个时间嘛。然后我发现大概是组一队人去刷这个，哎、欸，出来，商业大战这个活动货物哦，只有这个活动货物可以获得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去，大家去抢这个箱子哦。那这个箱子呢，不是100%可以获得这把枪，50%吧。另外50%可以获得五件毛衣的其中一件，那个毛衣还蛮炫的，还会闪，像灯弹树一样会闪。那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获得这把枪啊，但是人多好办事啊，比较有机会可以获得枪的几率啊。因为很多人在抢这把枪，昨天搞了3个小时呢，也顶多是帮朋友刷到这把枪，我自己也没拿到。欧洲这个活动货物哦，我们这边有个司机帮我载我过去哦，他们就直接坐这个 MK 暴君兔直接过去了。我们先协助他们运送到这个夜总会仓库，他其实也不一定要夜店，即使没有夜店，他会有给你一个地点嘛，你只要送到那边，你就可以达成任务哦。哇，他们技术好好哦，这台车好慢。哎，他怎样？那台车好像不太好，在雪地里面开啊。
他很容易打滑。哦，不要炸到自己人啊！我阿星也没有那么好心啊，就是如果你组一堆人去解这把枪，也只有送到货的人才可以获得。那我至少是可以帮忙维护一下秩序的，尤其是当有人来乱的时候，可以抵挡一下。好期待哦，快到了吧！哎呦呦呦呦，成功运送商品啊！但是只有送到的人才可以拿到物品，所以他获得了那把原子宝手枪。哎，警察骂我啊！警察，干嘛？哎，警察打人啊！很烫啊！好爽啊！拿到了那把枪了。所以想要获得这把枪呢，赶快上线来跟好友来一起组队吧。只要三个人的战局，三个人的公开战局就可以有触发这个活动任务啊。在那个私人帮会、私人好友都不行。那影片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